乱世里，成功的夫妻要有另类特质，既是朋友，也是情人。夫妻之间要能多一些幽默，少一些猜忌；多一些关心，少一些冷漠；多一些体贴，少一些挑剔；多一些用心，少一些责备；多一些真情，少一些虚假；多一些疼惜，少一些欺骗。